全新的魔仙即将登场，色彩魔法升级变身，魔法色魔法，大黄色魔法，小魔仙变身，课堂趣事笑料不断，逗趣的黑豆兵插科打诨，来偷看我们洗澡。欢笑之余，他们还面临巨大的挑战呢。魔仙世界的公主身中魔咒，精灵昏倒在地上了。狡猾的敌人屡次入侵。就是你，做你们想做的事吧。还有神秘莫测的蒙面人，站住！强大的黑咒魔王，吸取其他色彩的能量，强化我们的黑色力量吧。各位巴啦啦小魔仙的新成员们，能否帮助公主对抗敌人呢？我们不会让你得逞的。答案尽在巴啦啦小魔仙之飞跃彩铃堡。